嗨，大家好，我今天呢就是想要和你们来分享我最近新买的这个 Jun Samu 的一个气垫粉底。那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因为我对这个韩国化妆师品牌不是太了解哦，它的中文叫做正泉水，就是喝的那个矿泉水的泉水，正泉水。然后它是全智贤啊、宋慧乔啊、李孝利啊，还有汤唯的明星化妆师。那我买它纯粹只是因为我对它的包装感兴趣。不是一般的 cushion foundation 里面就是一块海绵吗？那它的包装设计就有点小巧思，它一打开呢是先是这个气垫粉底的饼，然后呢还配一个小刷子，然后你要整个把这个拿掉之后，你看它里面没有那个气垫，它这边是配了一个 concealer， 然后呢它中间这个地方呢还给你一块做的像皮肤一样的 texture skin。然后粉底在哪呢？粉底在这个 bottom 里面，然后你按这个旁边这个按，它就会从这个小孔冒出来，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它先取一点，然后在这个中间先给它按按按划平了之后再涂上点。我就觉得这整个包装都很有意思，我就是被它这种包装吸引才想要买它的。我买回来的第一个感受呢就是哇，它好厚一个啊，就比一般的都要厚。这是我的手机，这是它，你看它多厚一个，像个小宝箱一样，就拿着手上很有手感，就心情很好的感觉用它的时候。那它的效果呢，我之前用过的所有的韩国品牌的气垫粉底我都觉得非常好用，不管是便宜的还是贵的，所以我觉得它的效果还蛮和其他的就是差不多的，也没有说特别的让人觉得说哇怎么这么好用啊，有没有说啊这不好用，所以我觉得是就是一般，就是一般韩国粉气垫粉底的表现效果。那就是你看它挺有自然的光泽感的上脸以后，然后呢它里面的那个我觉得这一块 concealer 没什么效果，我没有觉得它有太大的作用或者效果，那个里面这个 concealer 就是另外的附加品，没有觉得特别好用。然后呢它我的毛孔的部位呢用了它也成了白芝麻的，就鼻孔两边，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有点不是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个那么好的效果，但是也 OK 了已经。但是我觉得它不便宜，它算是中等价位了。我是在 Amazon 上面买的，然后是40多块钱美金吧，然后我买的是 Light 这个色号。那我其实如果你看我手上皮肤我是很白的，但是这今年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晒什么太阳，基本没出门，然后但是可能在电脑面前坐久了还怎么样，反正我脸上皮肤是跟去年比，我今年脸上皮肤的真的黑了很多，感觉从黄100变成了黄200，甚至黄2.5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色差蛮大的。所以我现在用它这个 light 色号，我觉得是还蛮适合我现在自然肤色的。但是如果按照我平常的习惯，我喜欢买比我的色号要白一些，往白的话的话，我觉得 fair 那个色号可能是我会更喜欢，会就是我平常会用的粉底的色号应该是它的 fair。 这个 light 我觉得有就是 match 我的肤色的，但是不是我以往的肤色，是我现在比较黑的那个肤色，你懂吗？所以就虽然是 OK 的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再买白一点。好，不啰嗦了，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些什么。对啊， OK 吧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